福伦社是台湾五大国际社团之一，成立已经两年的台北岳阳福伦社，一直以来就积极投入台湾社会公益，受到各界的肯定。2018年6月15号周五晚间，岳阳福伦社特别在台北市内湖区的维多利亚酒店三楼举办第三届受证跟第四届交接仪式。因为马上就是端午佳节了，所以有很多各地的贵宾跟社友参加，场面相当热闹温馨。台北岳阳福伦社新任社长周延瑞说，自己从事室内设计工作，但是加入福伦社之后，发现每个社员都非常优秀，未来一定会跟着大家一起学习跟成长，让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又有发展。我希望可以在未来的一年里，就是真的为我们社能有更多服务的机会，能让我们社有更好的发展。我自己不敢说真的当了社长能怎么样，但是我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社友越来越好，然后也让我们社越来越好，让大家都有更多更棒的凝聚力，然后成就了我们自己之后，然后我们可以伸出手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帮助社会上的人。这一场受证跟交接仪式一开始由台北岳阳福伦社社友上台欢唱福伦社的社歌，以及一首动人的歌曲《感恩的心》，唱出福伦社友积极热情、感恩跟回馈社会的精神。新任社长周元瑞还男扮女装表演精彩的歌舞，让现场充满温馨又欢乐的气氛。在西安美福伦社，小绿林在楼底下，在西安美福伦社。社长周延瑞表示，很欢迎各行各业的顶尖人士参加台北岳阳福伦社，投入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带动整个社会家庭的安定跟繁荣。尤其台北岳阳福伦社的社员，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热情活力。这一次的新就任社长交接，会选择在台北市内湖区的酒店举办，就是因为附近就是台北最尖端的科技园区，充满年轻、奋发、向上的氛围，尤其晚宴中好酒好菜，更是让大家宾主尽欢。我用三首歌的歌名来表示我的心情。第一首就是你是我的兄弟，第二首的歌就是我只在乎你，第三首就是明天你是我依然爱我。谢谢。我们 Danny， 这是我们这个岳阳社的 Danny 社长。是我们历届来最努力，也是社友增加尽最大的功劳，然后又拿到了我们 RI 总社的 RI 奖，所以是功不可没。对，也对福伦贡献非常卓著。有了精彩的歌曲表演，又有了热情的变装秀，还有相当具有艺术特色的手绢舞，主办单位还安排卡拉 OK 歌唱大赛，让所有前来参加的贵宾有机会上台展现好歌喉。台北岳阳福伦社社长周元瑞谦虚地说，福伦社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高档社团的感觉，其实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将来希望举办各种多元化的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善心又优秀的民众参加，一起为家庭、事业、社会打拼，帮助弱势广结善缘，创造丰富幸福的快乐人生。记者杨静、萧友京台北报道。你干嘛？